好，我是廖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在我们电力行业企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想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对于像电力行业这样比较传统，有传统的技术，又要和不断一些新的技术，像 5G 啊、区块链啊，包括这些相结合的技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些大的企业，尤其是大的电力公司，要学会怎么样建立生态，带着中小企业一起创新，包括尤其是工业和学术界的结合，这些大学研究院怎么样来配合大的企业，这个就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企业都会谈生态，但是在我们，尤其是以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业，大的企业拥有很多的资源，也有很多的人才，中小企业是请不起也挖不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企业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比方说承担一些基础的科研项目，然后呢提供一些好的平台，让中小企业在上面创新。这一点呢，我觉得德国的企业呢做得会比较好。他们比方说大的公司像西门子啊，一些大的电力公司，他们一些科技项目都会拉着小公司一起做，然后让小公司承担一些他们可以承担的，而不是像有些国家，包括像我们中国，有时候大企业他要申请国家的高级项目，然后都是他来完成，知识产权也归他整个来推动。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实际上是相当于是大的独角兽唱独角戏，那中小企业永远成长不起来，就只能跟着他后面接他的订单。很多大的企业在玩这个生态的时候，他表面上是在玩生态，其实都是希望他来总包，然后再发一些这个小的项目给下面的一些企业。这样造成的一个状况就是，表面上他也在玩生态，但实际上中小企业能力并没有锻炼，而且他是仰仗了这个大企业的一些资源，只不过是做一些边边角角的活，他并没有真的创造创新的能力，他也不能够用把握住更好的市场机会，让大企业看到他们的价值。这样的话反而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是中小企业水平也提不高，大企业呢又不能孕育新的商业模式，更多的是在一些存量上进行创新。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我觉得各国包括电力公司，如果想带动电力行业这种传统行业的创新，不是说我自己去玩区块链，我自己来玩 5G， 来玩一些新的这种题目，因为你去追寻这种新潮大企业的人，其实他的气质和他的风格跟这个是不匹配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做生态，学会有所为有所不为，让中小企业不是围着他转，而是跟他一起在大企业做基础性创新、基础科研需要大投入的基础之上，做一些有增量意义的开发式的创新，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创新做好。谢谢大家。